看到一个，哪儿去了？不大方便。啊，那或许是我看花眼了，那不打扰少主休息了，我先走了。你给我回来，又想糊弄本少主。啊，下令不许府内男女私下交往过密，他俩今天就抱在一起了。真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晚风也变得很温柔，一点一滴。云溪，哎，感受时间的。我都羊入虎口了，他倒是柳下惠起来了，这是什么套路啊？